我们各位长辈，还有在场的各位市民，那今天还有我们12个行政区的区长哦，跟我们市政府的体育局长也都来了。好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市长早安。一年一度的英华族运动会哦，今天开幕，你知道哦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，你知道哦。我们一直开高兴的心情哦，看到大家哦健康洋溢的笑容。今年参加的有1000个以上的长辈哦，那听说最年长的是98岁，等一下介绍一下是哪一位98岁的运动员的。哇，厉害厉害！今年99岁了，报告市长。99岁，今年99，去年98名。好，这个要颁发给他那个叫运动精神奖。没错没错。所以大家讲哦。我每次讲说活动活动哦，要活就要动，所以啊，为了要让增加大家运动的机会哦，明天哦9月1号开始哦，台北市12个行政运动中心哦，只要凭着健劳卡哦，进去使用这个游泳池啊、健身房哦，还有这个桌球、壁球、羽球、撞球，你知道，都可以用健劳卡去刷哦，可以扣折扣点数。其实所有这些的目的，你知道，它就是一个精神，就是活动。活动活动，要活就要动，所以我们要鼓励每个长辈哦，多多出来运动哦，身体比较好哦，再让脚霸力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就开始来今天的比赛，祝大家今天玩得愉快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